博士的观众非常崇敬您，非常敬仰您，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想代表我们波士顿的观众向您提一个小问题，可以吗？可以。在你提问题之间之前，我要向波士顿的朋友们和各地的华人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万里来相会，这样的聚会非常不容易。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大家的。今天您见到我的知音们，我衷心的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帮助和热爱，谢谢。Everyone who joined us tonight. Instead of travel from thousands of miles, I travel 10,000 of miles, and I compose all of my work for everyone. So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my song, and I hope that you can continue to enjoy my artwork. Thank you. 所以呢，波士顿的观众很想知道我们民族音乐在和世界接轨的这个道路上愿景是什么？从来中国跟世界都是相通的。中国人主张的是和为贵，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我相信将来我们的朋友只会越来越多。Question from my partner Mr. Gao is, how do you vision that our national music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r. Wang, 我觉得能做一个音乐人，能把王老师的歌，国家这么伟大，这么有贡献，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美妙歌曲的民族英雄，是吧？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五大洲四大洲，把大海故乡，把王老师所有的经典作品送到每一个角落，让世界听听我们民族多么优美的声音，多么有力的声音，多么接地气的声音，多么友好的声音。好嘞，先生问你一句话，感谢所有在座的观众，感谢我生活合唱团员，都是他们近半年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把他们最有感情的声音献给了我们在座的各位，请各位把你们最热的掌声送给我们合唱团员。我给王老师许了个愿，我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争取在后年在全球举办80场音乐会。今天这个话在首场音乐会说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在80场的时候在北京见。
performed abroad. She's the first singer to hold a solo concert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also the first to use both Chinese national singing and bel canto. She's also a singer who won the highest aw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Vocal Music Competition. Now, let's welcome the lyric coloratura soprano, Ms. Wu Bixia.
那个为什么我喜欢波士顿？一待25年，我就是波士顿有一批非常非常值得引以为荣的热情观众。还有一批在世界合唱团里边属于顶级的合唱团员。今天你们来值了，为什么值了？王老师轻易不唱歌，想不想听？不过想，想不想听？其实听完了吴碧霞的唱歌，没人敢再唱。我为什么敢呢？因为《大海故乡》大家都听过，但是今天是原汁原味儿，我自个儿唱的。我要谢谢乔治辉，他对音乐的热情让我看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投资了那样大，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辛劳和艰难。齐唱《大海啊故乡》。那个话筒跟大家开了半天玩笑，可是在艺术面前，我们谁也不能开玩笑。